说好，第一步就是把这个 layout 给改成 change layout 有没有？把它改成 linear layout 对不对？改成这个 linear layout 纵向的，它就会往下线性的排列，然后分别放一个这个 test view。那名称我把它改一下，按右键哈，ID 的话，改成叫 TV mile 好了哈。test view 我简称小写 TV，然后 mile 的名称的话，这个大写后面小写哈，OK，大概会有这样的。这个哈，命名规则哈，OK，那再来的话呢哈，这个名称叫做 ET mile 好了，因为要输入什么，ET 就是 edit text，这一个元件叫 edit text 有没有？那我用小写 ET mile 啊，里面的话呢就是输入英里的部分，那底下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test view 叫做 TVKM 好了哈，TV 小写，K 大写，M 小写，然后再来就。BTN 哈，就是 button 的缩写好了哈，然后 train 就是转换，啊 TRAN 好了哈，train 啊缩写，然后按右键这边 edit text 一下，把它改一个名称叫转换哦。不过特别注意啊，这地方将来哈，因为 app 哈要最好是能够哈是多国语系的，也就是说将来哈。最好是在任何语系啊，日文语系一出来就是日文，韩文就韩文，好，然后英文就出现啊，我们这边就出现繁体，对岸就简体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大大的让任何国家的语系都可以下载的话，那你的 app 的这个算可被下载的几率就大大提高哈。OK，那这边的话之后再来讲怎么样建立多国语系，啊，其实也非常重要啊，不过因为。还没有讲到那边，先暂时哈，先来把这个按确定哈，那这边就有一个转换，好了之后的话呢，那我们把它 save 一下，特别注意哈，画面完成，然后名称也完，ID 也完成，那后面的名称也 OK 之后的话，我们界面设计就 OK 了，大概就底定了，对不对？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怎么样去做程式设计，那程式撰写的部分呢，记得是在 source 里面的 S 这个有没有这个地方。就是在，哎，这是我是完成的哈，这个地方，那你把它点两下，打开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叫 main activity 点 java，那程式在哪边撰写？基本上哦，反正以后呢，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撰写，没关系，你就先怎么样呢？打注解上去应该 OK 吧？打在 uncreate 有没有？这个刮胡的上面这边 enter 两下好了哈，那斜线。好，那第一步的话呢，我就宣告哦，就简称一下宣告物件哈，我就打一个宣告好了。然后这边的话呢，再来就是做连接元件，那就打一个连接好了。然后这边就事件，大概就打一个大概。然后呢，宣告的部分要宣告，那特别注意哈，画面上会用到的就宣告，所以画面上会有哪些会被用到呢？其实这个会被用到，其实不会嘛。就用它，因为它只是输入资料，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把它转换出来，再来按一下按钮就建立事件，所以会有三个物件我们要宣告，这个是 edit text，这个是 test view，这个是button，所以呢一样的方法，其实哈就是分别怎么样呢？把那些元件名称把它打上去。那这边我已经有做好一个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有没有？我先把它宣告。那宣告的方式的话呢，我先复制一下好了。那这个 private 其实可有可无了哈，因为这个地方这个 private 是私用的。那特别注意就是说哈，我这边的话预设是应该是没有 import，所以要怎么办呢？游标放上去，汇入有没有？游标放上去，汇入。游标放上去汇入，这个我想这些动作应该前面都做过，一模一样，只是多一个什么呢？edit text，好，那名称的话呢，我叫做一样的名称啊，叫 et mile，这个叫 tv mile 好了，都取一样的名称好了，那 btn train，再来做连接，好，连接的方法也是一样，再来建立事件，OK，那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哦，把那个刚刚的这个部分。画面部分先完成，那顺便也稍微思考一下，怎么样宣告物件连接再建立事件。好，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